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妈对我上好，甲上好的物件拢会留予我。伊定定带我去游乐园，看人在佚佗，看人在办公会啊，看人在美小姐。伊嘛定定甲阮讲，叫阮着爱好好啊读册。唔通大汉像阮老爸遐尼啊狼狈哦！伫迄个时阵，阮拢听拢无。阿妈，你到底是咧讲啥话？大汉了后，才知影阿妈的话，我会甲永远永远藏咧心肝底，想着。一步一步的过去，常常拢会予人真难忘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在阮的心内，常常拢会想着伊。认真甲阮的成功，你敢有看到？阮在叫你，你知影无？阿妈，你即摆过了好无？敢有人在甲你照顾？希望后世人，阮搁会当来予你听，做你永远的孙。谢谢林俊逸。那我们就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我觉得我刚才是感觉上是听一首歌而已，就是从林俊逸唱完的时候，好像突然从他的灵魂出现一个小孩子，他小时候的样子出来再唱第二首歌。我觉得这个是一首歌的概念啊，我感觉上，然后就会有一种，就像说那个俊逸刚才讲的说，小时候不知道在比赛，突然有一天长大以后才。感觉到那个得失心，啊，我觉得俊逸今天有机会，就看到一个另外一个很像自己小孩子，然后呢，唱歌的方式特色也很接近这个孩子啊，就仿佛跟你自己小时候自己相遇。今天这个画面很棒，真的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参加那么多节目，看那么多表演哦，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啊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平燕，你会唱阿妈的话吗？我只会唱阿布委屈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当高义啊，高义，对不？别像像咱那被给这光改高去，对不？来，我们请黄山亮老师为我们讲。我刚才林先的安排就是安尼吼。咱平燕都是上重要的这个关卡吼，拄着这个大魔王，我伫感觉俊逸的歌声、唱歌迄个气质，真的是很难有人能出其右。哦，啊，今天看你完毕的表演，啊，咱的平燕是比安怎？